啊，各位粉丝们，我是一哥，刚收到一个包裹啊，粉丝让我亲自给他开箱啊，然后我们来开个箱啊，你们需要见开箱的啊，亲自让我开箱的都可以啊，你们再说一下，嗯，打开看一下啊，它这个是一个啊 6S Plus 的盒子啊。看着好像，里面还包了一层啊，是两个手机啊，我们开看一下，一下寄两个手机过来修啊，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都是什么手机？这个先看一下这个啊。这个是6P 的啊，这个是6P， 开机看一下，开不了机。啊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是一个玫瑰金的 6SP 啊 ，6SP。啊，这个是个屏幕坏的啊，屏幕坏了，花屏了啊。这个是换屏幕的。好，就开箱到这里啊，修好了再给你们发视频看一下修好的结果怎么样。双击666，感谢支持。